新歌手到康熙来了呢，怕被主持人欺负，所以今天他们带了比我们还大的前辈来，要来压迫我们。哎，欢迎你呀！真的是来自大陆哈尔滨的新人陆瑶，勇闯台湾乐坛，她真正的实力今日就可以尽分晓哦。哎，那天来的朋友最喜欢。太势利了吧！唱歌好好听哦。你冲着他的监护人很大牌，你就这么没出息？我怎么敢惹他？我知道，他们今天端来了一些还蛮厉害的人。是。不过，老实说，除了陆瑶之外。 前面那几个的监护人，我们还得罪得起吧？其实就是因为路遥的推荐人，光芒太大了，所以导致我们误以为大家都很厉害。那个，反正他们还没有出场之前呢，大家先观察一下椅子哈，就是呢，这个监护人坐这个椅子，要不然干脆给他搬往国王的座位来算了。不过另外一位当然了，虽然辈分没那么高，不过他推荐的这个神木雨桐是非常出色的歌手哈。 然后我有在观察，我很久没有看到赖明伟了。那结果我就在看他们新推出专辑的时候，第一支 MV 只有黄美珍一个人从头出现到尾。然后我在想说，赖明伟到底是打算永远不出来还是怎么样？所以当时的状况，当时因为那个公司有要求我们要有在最好的状态出现啊， Okay. 就是发唱片。然后因为那时候云韵还没有达到要求，所以就只有我一个人出现。所以没有达到要求是高度吗？那个你是瘦，你要怎么改啊？这也太过分了吧？对，公斤。当时还没出现的时候是几公斤？其实我花了差不多2个多月的时间在减肥，所以那不是很紧急吗？就是黄美珍已经在拍 MV 了，你还在减啊？就是她在拍 MV 的时候，我连想要去探班都被公司限制。可是她万一拍了6支，你都还是没有瘦下来。 好险，后面2、3支都还有参与啦。过来 S 这边，让他真的检查一下腰围怎么样？可以啊。哦，你大腿变好细哦。这边的东西是道具吗？就是还有努力的空间的意思。可是我不得不讲，因为你知道减肥下盘是最难减的，可是他下盘已经达到这个程度，我觉得还蛮厉害。而且重要事情是他脸拍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比较尖。不是重点是他已经脸色苍白，我就不好意思再多说什么了。好了，黄美珍，你是不是有专辑要送我们？谢谢哦，多谢你，谢谢，恭喜哦，出专辑了。 好，所以他们的推荐人呢，其实是大家很重视的一位歌手。我们现在欢迎他出场。欢迎萧老师，来欢迎萧老师，来，你好，萧老师，好，来，我们到这边来哈 ，OK， 你好，那个汗点太不会带路，带到一半就丢掉我，看你这样服务态度不太好。 扮什么角色？不好意思，陈哥，他是一个，人家陈哥对我这么照顾，你都到位置都把他带好，原谅他，你前面扣5分，抱歉，是一个非常活在，他模仿都是很肤浅的模仿，是，你饶了他吧，对啊，所以这一次你担任神木雨桐的推荐人，是因为，不是因为其实我跟尤命很早就认识了，是，那其实就是从星光大道他开始。 唱了我的一些歌，然后我们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人是很孝顺的，然后就说对音乐一直很有期望，很有未来。然后从民歌餐厅开始唱，甚至呢就是有一次我记得那时候我自己开餐厅，然后餐厅还没倒之前呢就找你的餐厅倒了，对，餐厅倒了就找了什么都倒了，哎前几年倒了，那赔很多钱吗？赔了就算，我也没看到管他的。 钱是用来花的，不是用来看的。完全不知道怎么赔光。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唱歌的态度，就是会觉得，就是值得去推荐他。小王姐，我跟你讲，你等一下好好帮他们讲话，因为另外其他来宾都是帮别的歌手来的，所以大家都会互相攻击别人的歌手。哦，真的吗？那我就当捧自己的歌手，我就当评审就好了。如果他们唱的不好，我就直接按灯了。OK， 你拜托推荐他们一下，不要这边任性了。好，我要扶你过去坐了。好。 椅子在这边，来，欢迎萧煌奇先生。好，萧煌奇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非常棒的歌手，所以他当然有资格谈这个音乐的部分嘛。哈，那下一位歌手，我不懂，他请来的推荐人是来闹场的吗？我不懂，跟他屁事哎。他如果不要请这个推荐人，应该会比较加分一点吧？是，你要不要自己先把专辑给我们？你自己质感很好，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拖垮？对啊。你是不是？谢谢。你是不是在国外待太久，不知道这个人在台湾闹了一些事情？没有没有。因为像你那么帅的男生，不应该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不是因为从小就家里就认得，是不是？所以是碍于长辈的朋友。好，我们看一下周汤豪推荐的是谁。 道哥，小孩子不懂事，他不知道你会伤害他的形象，那你应该知道啊，你干嘛要出来当推荐人？你不是应该婉转的拒绝吗？保护他的形象。他专辑有附赠酒精吗？不是这样讲，哎，如果没有我出来，怎么能够衬托他的这个英俊帅？没有，他现在整个人被拖垮了，就变得没有那么帅。我今天只是来评判他的歌跟他的武艺，你凭什么评断歌？你看，因为我跟他妈妈很熟。 周汤豪说，他小时候看到你进出他家的时候，对，当时就已经听到这个叔叔就是乱骂脏话。没有啦，周汤豪不要这样，我没有说乱骂脏话，我是说他是不是满口脏话，很多语助词，然后讲话很幽默。我怎么可能会跟比利姐骂脏话？他就说语助词啊，语助词就是那些词。你不是对他骂，你可能就是自发性的在跟自己说话。对，比利姐怎么还不出门？类似这样，对，类似是这样的语言吗？为什么妈妈会邀请这样的客人到家中做客？因为比利姐那个时候比较出入不方便，常常剧组拍戏很远，我要去带比利姐，她是我们戏里面女主角。OK。可是有小孩在，你也不收敛吗？ 其实小孩有的时候看到我自己就跑去躲到房间里，哇，是真的坏人数出来了，也不会啦，还好啦。所以这一次相认是他主动还是你主动？他主动，所以你愿意跟他相认哦？你应该躲他远点啊。因为赵哥，我觉得印象中赵哥就是非常幽默，我的形象都被两位给破坏了。其实我不是这种人，你问他，你裸上身是去啊？怪到我身上了，不是？你有什么不要拖啊你？ 忍住！我知道。好，赵先进来推荐周汤豪，欢迎。哦，气氛开始紧张了。接下来这个推荐人不太好意思跟他乱开玩笑吧？大道理狂吧？你有怕过他吗？有怕看他主持的节目过。对，我想起来了。对啊，他们有一个奇怪的节目，他们主持的明明是号称杀气很重的一个节目，可真的是号称综艺节目哎。我了解。可是他们两兄弟一直在闹脾气啊。 今天可以问他一下这件事情吧。可是跟你们的渊源是什么？同一家公司吗？对，他其实教过你们唱歌，有提醒过我们的表演，然后有教过我们一些歌唱方面的技巧跟表演的东西。是关心你们的歌坛前辈的意思。对，然后也有教过我们怎么赚钱，很多的不管是股票或是要投资什么会赚大。所以他其实暗中是一个理财大师。对，比如说上次跟我们说，航空股先暂时不要买。所以简单来讲，他是一个废话连篇的人。是个懂很多事情的长辈。今天方向超诡异的，为什么会找一个理财专家来推荐歌曲？好，我们欢迎他们的推荐者。 老师好，欢迎老师好。你是什么做人家还没有要做？你是要去革命还是怎么样？不是，他们不是欢迎我站起来，他们不是，不是本来就站起来。因为今天恐怕还有比你更老牌的人有吗？不会吧，我已经最老的了。有。我刚听到赵正明在讲话，我就觉得这个人好。 可以不用出现。对。所以原来你是一个隐藏式的投资大师。没。 怎么也是隐藏式，因为他们说你叫他们不要买航空股，要买3C 之类的。哦，他们说的。对，是，因为我跟他们，大家会想说，我们跟他聊天一定会聊音乐啊，怎么做艺人啊？我觉得那蛮废话的。你不就是一个废话连篇的人？那是你的观感，这也是以前电视节目塑造出来的鬼话连篇这个东西。可是你是阴沉的人吧？我不是，我是大名大放的，怎么也是阴沉？那你们以前为什么两兄弟主持节目要那么阴沉？ 那叫凝重，不叫阴沉，那叫认真。可是是综艺节目哎，那有另外一种凝重的综艺节目，也有那种什么比较光怪陆离的节目啊，讲鬼话，气氛凝重，对，很有特色。所以你们两位听他讲话不会觉得像在听教训吗？就是小柏老师其实还蛮像年轻人，比如说像 iPhone 啊、iPad 之类的什么产品，他通通都有。那可以跟他顶嘴吗？顶嘴哦，倒没有试过。 等一下可以试试。好，那个专辑可以赏给我们吗？OK 的新专辑。谢谢。最近的泡沫支架很棒。谢谢。应该早点拿出来哈。听说那个小柏老师对他们特别有同感是因为以前他们两兄弟也是在一起做双人团体，所以他知道双人团体就是很难相处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团体从20几年来，我们算是成为是亚洲第一的嘛，团体的偶像团体，还是男子的，而且还是双胞胎。是，所以我看到他们这个出道，我觉得是非常鼓励的。 因为加上前面有一阵，就有个团体叫警行厅，有没有？我觉得这更应该出来以正视听了。这么好的这个条件，就真正应该有能力的人才要出来。对对对，那没能力的当然就大家可能会忘记，所以对，就算了，就有做不好就去当学生。包老师，来，今天大家是啊，各位旗主的啊，你过来的你的艺人就不要表演，你看我到时候怎么批他啊！请不要用软性的恐吓来伤害其他艺人好吗？我们大。 凭实力的 OK。好，欢迎几位，你们请坐。谢谢。接下来是陆瑶小姐，你真的很会吓唬人呢，何苦搬出这么大的菩萨来？你想要拿我们怎么样？你要我们跟你下跪做访谈是不是？你请他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会带给别人很大的压力吗？我不知道，因为在台湾我只认识这一哦，认识他一个就够了。我跟你讲，你知道他在自己的节目里面就已经够不耐烦的了。 他来人家节目就觉得别人都耽误他时间，这是很可怕呀、啊！我来这以后才发现，好像大家对他很你这次请他来之前，他有没有警告你说，陆瑶，我愿意为你来做推荐，可是如果他们耽误录影时间很久的话，我要翻脸。没有哎，真的。我是不是应该庆幸？因为你知道，一般艺人都其实还蛮婉转的，比如说我们进棚就会说，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他们就会说不会不会。 结果我们刚才进来说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他说真的让我等很久，然后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他的风格，而且他刚才在那个后台就坐在一个沙发上，你知道，就是眼神放空，像教父这样，对，大家都不敢惹他。那我们就把心一横，我们这一集就不要请他出来算了。对啊，我们就快点，路遥就访问5分钟就结束。我们不要找死了啦！哎，这个推荐人好大牌，我们欢迎他出来。 你好累啊！你认识他吗？你认识他吗？他在模仿谁啊？你看不出来吗？我是partner啊，10几年的partner啊，10几年的partner啊。你认真看。你什么你？梁克群啊。他捏什么？你看不出来？他捏什么？捏泥巴嘛。曾国城啊。 我看太少，哎，那差点胖成这样。你猜对了，我搞的是个假肚子啊！这2、3招啊！来，各位这边请来，你们不要每次都在那污蔑我的形象，我真的改变很多。你刚才不是在场外发脾气吗？不是，你们真的让我等2个多小时。 因为有时候录影还很正常嘛。我跟你讲，我录影从来不会 delay。可是因为路遥要彩排很久啊。哎，你不要贴到他身上去，甚至你这整个节目大 delay 好不好？而且路遥说他本来你是他妈妈心目中的偶像，他妈妈看你的连续剧，因为我就很爱你啊。我89年我就在大陆拍了《琼瑶的婉君山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大概他妈妈路遥到了台湾来之后。 拜见你就亲眼看到你在摄影棚里面大骂人，他吓坏了，你知不知道？哎，其实还真巧，我想去怎么真巧？你常常骂人，每天都骂人。没有，随便哪天去探班都很久，我很久没有发脾气。每次来，他们就说：“哎，哪个又发脾气了？”连我们在中间跟你毫无相关，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讯息。乱讲！我跟你讲，我很久不发脾气了。OK， 你知道吗？当年怎么？那赵正平，你看我对他，我都忍住了，还能怎么样？他上我节目，我都没有发脾气，我还怎么样？对不对？为什么会被路遥看到你在大骂人？我说我很久没有发脾气了，那一天就是捏嘛，捏不出来，捏人家蝴蝶都捏不出来，哭嘛。哦，就那一天。你把他骂哭的？不是，你也知道，很多艺人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心理压力很大。不是。 他怕捏不好，然后我们会做效果，会骂他，然后他有时候又会误以为真，就觉得我们好像要求很高，其实他都是效果嘛，你也知道对不对？就像你有时候躺到男人身上，那也是效果。我是真的，真的，就趁机吃豆腐。我还没让你做过。你不要为了他洗脑。我实在是不懂事，我刚才真的。 徐乃麟火爆的脾气，犀利吓到小浪跑。所以之前真的有发脾气说不约艺人到家里开 party。我就是上你们节目啊，被我老婆看到啊，说在你们家乱玩。说乱玩，你们怎么乱讲？乱玩。所以我觉得要更亲和力一点。虽然我给他感觉上我你亲和力超差呢，那么爱发脾气，开玩笑的啦，真的，怎么会说这种话？没有，就那一天是刚好，那蝴蝶都哭了哦，那哭了那就节目效果嘛，那但是下来了。 下来就有人嘟囔说：“哇，跟哪个录音压力很大。”谁嘟囔啊？那不好讲 ，OK， 对不对？就我好像知道这件事，知道吗？所以就变成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节目是故意当坏人，然后呢，为了节目效果，你反而还在讲。就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情绪就上来了。就是其他艺人误以为你真的发脾气，不是只有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还应该跟你很熟，是不是？啊，对对对，但是很了解。你说的是小贤吗？ 没有讲谁，所以你就得知他以为你不是我就觉得说节目都是我们在做坏人做效果，还要受委屈，还要故意让他觉得说我们都背黑锅，我就情绪上，刚好他在现场 ，OK， 你知道吗？我那天我最后一段我都没录，走了，我拍了屁股我就走了。你应该只是想早走吧？哎，我真的想早走，因为那个节目是我录的最辛苦的节目，都要录到晚上差不多10点半。 10点半那有多晚？哎，你们已经录到11点了，你管我们？不是，你是要回去干嘛？不是，我跟你讲，我很奇怪，我从出道到现在哦，我做节目做这么多年，20年，我几乎没有录过超过10点半、11点。可是你赶回家是要睡吗？我受不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的压迫，就是会让我觉得10点到11点我就有那种。不然奶哥这样吧，就是其他人都有附有我在推荐的，那你就抛下路遥不要管，你一个人先回去。因为已经快11点了。不是，今天我是真的为路遥。你快走了，没有。他这样说，对，他爸爸是特别交代我的。 因为我们这样跟你在现场，我压力好大，我讲话速度都要变很快。我然知道他把女儿托付在你手上，现在应该很放心了。怎么会放心？放心，哎，真的，他爸爸把他交到我手上，基本上来讲，如果我去拜托的话，人家还会买我账嘛。OK， 对不对？去上节目啊什么的。所以你来台湾之前，爸爸没有跟你讲说奶哥很风流啊？没有，风流好啊。 男人风流，不下流。你怎么敢惹他？没有啊，没事。因为你这件事不是你的地雷吗？讲他风流啊？不会吧？不会。你想看烟火对不对？对，就是那一次。我不想讲这件事。不是他，我知道他要讲啊。然后不是还有说上次那个谁不是出一张专辑叫《烟火》？那个谁叫什么？郭采洁。我说我来节目访问，我说哎，你怎么没有找我拍 MV 啊？幽默，你懂意思吗？我懂。我们有时候要顺着那个想，无所谓。所以你说太太什么你也都 OK 嘛？本来就没有事啊，对不对？就像你们家的事情是有吗？假的。 哪个人的心情？所以为什么背负很大的压力？所以为什么当初路遥他爸爸说？我劝你把婚姻生活维持好，不然我们又没有办法访问了。每一次都你这边被卡住。可是你不是有发那些去你家开 party 的艺人脾气吗？说他们都不帮你讲。他后来又办 party 嘞。我没有。你本来不是闹脾气说我再也不约艺人到我们家？没有啦。有啊，路遥说他去了。没有，那不是那个是一个台北一个最大的一个 KTV 开幕，那老板是我的朋友 ，OK， 所以我那天刚好快过年，我就召集了所有的演艺圈，那他们去了60-70个人 ，OK， 去那边大家吃喝玩乐，还有红包拿，是那一天是等于是半个尾牙。所以之前真的有发脾气说不约艺人到家里开 party 了吗？我就是上你们节目啊，被我老婆看到啊。 说在你们家乱玩，什么都乱伦，什么乱讲，乱玩，发音标准，不要紧张啦。不是，他们到我们家，就是我很喜欢热闹，所以我就找很多人，他们来吃喝喝。那吃的啊，又说哪个啊，喝了酒，有时候很喜欢送客的时候啊，有时候要拥抱一下什么的。其实哪有啊，我从来不会像曾国城那样子，你知道吗？ 怎么样？你的戏来了，你要来。可是路遥说那一次 KTV 聚会，奶哥也还是喝醉啦。对。然后你还是看到一些奶哥喝醉，我应该没有喝醉吧？活泼的样子吧？你应该没喝醉吧？在我印象中是千杯不醉，是从那次开始的。因为想都是艺人嘛，关在就我们那天全部是大包厢里面，无所谓嘛，对不对？没有想到那消息还是外露，你就到演艺圈就算了，真的。 对演艺圈失望，你真的想把我们的嘴封住哎！你不要封嘴，你对我们还没有讲，你回答问题，你都抢拍回答问题，都还没问完，你抢拍。我说他都没有跟女性跳热舞吗？没有，没有。我刚才讲到一半，我说当初他爸爸说他进这个圈子，我说千万不要，真的，连我自己孩子我都不希望孩子进这个圈子，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当个名人太辛苦，是，太辛苦，那人生自由都没有了。所以现在你叫陸瑤回去吧，没有办法，他喜欢这个圈子啊，是不是？好，陸瑤把专辑赏给我们吧。好，谢谢，谢谢。 任凯哥在叫他不出专辑很困难吧？真的没有了，我就尽量能够真的好的声音。如果说他不这么优秀，我讲真的，我也不要让他进了这个圈子反而痛苦。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是吃了秤水铁了心，就是不管其他歌手唱的怎么样，反正你会一直称赞陆瑤就对了。因为基本上那个赖明伟、黄美珍那是经过这个千锤百炼，是，对不对？然后比利的儿子我怎么敢得罪？是不是？最起码还有赵志平罩他，对不对？ 那这一队呢？那这一队我还好，我就比较不怕。没有，这个小啊，不要啦。这个小博跟我渊源很深啦，因为差不多我们在加拿大偶尔都会在机场碰到。OK。那渊源哪深啊？偶尔在机场碰到，不是我跟航空公司的职员也偶尔在机场碰到。我以为你说你们同时出道还怎样？最起码我们孩子、老婆都在那边，等于说去。 教育孩子那地方，所以小博知道很多在加拿大的事情，对不对？应该他应该不太知道，也是听说了。你们是不是很了解？我到哪里都是交友广阔的。你们会不会很了解彼此的心情？就是把老婆小孩放在很远的地方，然后你们自己可以很自在的玩耍。你错了。我跟你讲，我是一个月飞一趟加拿大，谁能够像我这样子？一个月飞去多久？飞去15天了。那剩下15天还不是可以玩？ 不是，我飞去加拿大去15天陪他们，回来1个月。哎，我在台湾不是没有节目好不好？康永哥，不敢当，我知道，我有3、4个节目，还有2条在做，好不好？好不好？快11点，他要爆炸了。我们自己要每天工作，录影不存档的。是，对不起啊，欢迎两位亲。今天的推荐当中，其实算起来还是陸瑤跟乃哥的渊源比较深一点吧。 因为其他那个赵哥显然是硬凑的啊，也没有硬凑啊，我对他们家里面的事情也略知一二。可是陸瑤算是乃哥真的带到台湾的耶。嗯，因为我在北京跟他父亲认识，所以当时他那时候还走模特儿，我就跟他爸爸讲说很辛苦的。那我说如果有机会要整个要进这个圈的话，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的地方。是你推荐他进入演艺圈的吗？就除了模特之外，也不算完全，因为我觉得他自己。 本身有很好的声音，我常常讲哦，我在圈子30年了，很少看到高的人唱歌好听的，你不觉得吗？你看他多高啊？超过170以上，对不对？你多高？179。哇！你刚刚有站着过吗 ？CD， 你知道他在餐厅被误认为是你，好像有一点像，是不是？因为本人自己看不太出来。其实真的，他那个脸很瘦。有人以为你本人179啊。 没有，他是说他坐着的时候，别人以为你是小 S， 是不是？是。所以当时你帮对方签名了吗？没有，哪敢啊！我一开始在嗨，就嗨很开心。他们说：“哎，你是小 S 姐吗？”我说：“我不是。”我说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是。我站起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所以你言下之意是说我很矮，是不是？不是啊。你本来也不到179，你饶了人家吧。是啦，乃哥，你本来觉得他态度不是很亲切，是不是？ 不是，因为他对环境不熟，那怕有时候可能在讲话过程当中来讲，有些不得体的地方，所以稍微速度慢一点。你看北方人嘛，对不对？这个讲话的比较快，直肠子。所以说我说你可能语调慢一点，然后给他感觉算是比较好亲近，因为他其实不笑是蛮冷，因为我可能以前走秀的关系，对，很个性，你知道吗？蛮有个性的，所以我觉得要更亲和力一点。 虽然我给他感觉上我你亲和力超差呢，那么爱发脾气，开玩笑的啦，真的眼红了，开玩笑的，吓到了，你干嘛吓他了？你吓到了，哇，压力大，哇，赶快收工了。徐乃麟又唱又跳，犀利康永笑翻天，在座的4位谁唱得出最好？ 我第一张小薇还不错，你小薇可以分享这个。小薇，你今夜可曾喝醉了？小薇过得那么糜烂，是吗？很灵活，让我跳电音跳得不得了。请问你刚才做这么多节目的主持人，你碰到新晋歌手，都觉得他们应该要亲切一点嘛？因为像神木雨桐那一组也是不爱笑的耶。嗯，黄美珍以前对记者很凶的，很凶啊，她还蛮凶，有呛过记者，真的很好啊。我喜欢有个性的，只是因为我觉得时空环境不一样。你那次对那个记者，他是访问你说你最讨厌的事是什么？是不是？他访问我说，请问一下黄美珍，你不喜欢什么东西？然后我当时就对着他讲说，我不喜欢人家拿镜头对着我访问我，我直接跟他这样讲。是当时你很不喜欢那个记者吗？因为当时我觉得太快面对这么多媒体，我自己有点紧张。那不是很倒霉？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因为媒体比较不好，只有赵哥而已啊。我没有不好，我那都是一个美丽的意外，我也没办法。你的上身不美丽啊，这不重要。平先生一直跟我们吹牛，就是他的粉丝就广布天下各地都有。 哈尔滨有人知道他吗？赵老师其实蛮眼熟的，但是可能太久没见。你运气好，你是奶哥的人啦啊！今天真的算你运气好。哎，你知道一个艺人被讲，觉得你好眼熟，就是最悲惨。没事没事，我就说他今天运气好是奶哥的人嘛啊！如果是萧煌奇老师人，这不一样了。老师人，我的人都很瞎嘛，是不是？那个。 小博，你推荐的人呢？你觉得在今天这几组人当中，歌艺方面经得起考验吗？我来推荐的话，当然是因为大家对我的认知，在我的背后关系，我就是专业人士嘛。所以你第一次听他们唱歌，你就没有说什么难听话。他们能够出道，就表示他们的功夫好。所以你现在这样讲的意思是说，等一下，我不靠什么渊源啊。 什么家庭、父亲，什么那些啊，什么，他们真的有实力，我才出来推荐。你们不就是同公司的吗？靠近，不是你，没有这么渊源，他是老板。你是剥夺他们血汗钱的人，没有渊源。我们三个朋友义务拔刀相助。等一下呢，巴哈伯既然这样讲了 ，AK 唱完歌之后，起码我觉得乃哥还跟萧煌奇还是有勇气可以发表一点意见。乃哥现在还听得出来音乐的好坏吗？其实我想，今天如果说。 我是不好意思讲太多，是我个人的那个。你讲超多的，跟半集都是你的专访，真的吗？对啊，不是，今天讲在座的四位，谁唱片出的最多？谁？我啊，真的吗？我出过8张专辑耶，真的假的？这有什么好吹的？只是没人知道而已。乃哥，你卖的是几张？有在卖？有在卖的。我第一张小薇还不错，你的小薇红吗？当时还不错。 当时那个环境的，你小薇可以哼两句给我们听吗？小薇，小薇，你今夜可曾喝醉了？小薇过得那么糜烂的生活，你也想小薇听起来是一个清纯的名字，你怎么会问到这种直接的问题？酒家女都不多。所以小薇是卖的好的。小薇，然后第2张就红鞋女孩，大卖，大卖。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卖。 所以 AK 要上场了，不要害怕，加油！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从傻大，从傻小，从傻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 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甩掉。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心情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甚至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摔到地球，地球摔掉，只要越跳越高。谢谢。请教一下景行厅团长的意见。景行，他们刚才翻的时候，那个稍微有点。小兔子。你有没有觉得提心吊胆，很怕他们跌？对对对，因为可能我就说，因为是场地的关系，真的是证明这部分他就真的很专业了。我这个年纪还是可以做，像赵正平就不行了。着地的时候穿靴子就不适合，脚有点着地的时候滑了一下，那就不要设计这种尴尬的动作嘛。也许我就觉得很好玩。我跟你讲，你看我都不讲话，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 好好的让你去发表你推荐的人，我们不要讲话，不要得罪人，大家朋友不要当了。有跳红鞋女孩吗？很灵活，我记得。哎，你不知道吗？哪个是动感歌手？哎，你以前就好像有这样左右抖。其实你们都不了解我，我跟你讲，我跳电音跳得不得了。啊什么？我电音跳起来吓死你！你不会是现在要跳吧？你自己讲的。 老师，你那什么烂电音呢？你要我哪一种形象？不是我讲真的 ，free dance 我一流的。哪一种？啊 ，free dance 一流的。差点咬到舌头。我不认为他有在乎路遥，他只是来这边。你看，他直接拿酒出来。黄美珍、赖明维深情演唱，引发赵哥犀利的战火。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进退我无权选择。我觉得他们这个造型真的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你要不要先照照？你要不要？ 他不能相信自己家的歌手，不要再吵架了。不过我觉得还是要好的声音，先让人家进入到他的世界里面。他传的，他传的不算厉害，我跟你讲。哎，我已经算体力不错了，体力很好，不简单了，真的，很多舞者比你传的厉害。不是因为哦，因为你光是记得这个人的形象没有用，你声音进不到一个人的世界的时候。 进不到一个人的那种内心世界，你没办法让人家接受。你先试呼吸，你先呼吸哪个？一年没骑马，实在不好意思，你今天唱了。对啊，你要唱什么歌？我要唱《回家》。OK， 欢迎你。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离开了我。 没有你的电话，没有一封信，我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会离不开。 角度还某一看，还真的好像他，有真的像有没有？你刚才有没有看到？有，还有一个侧面的镜头，好像小 S。可是小柏老师，你刚才听他歌声，你觉得？哦，敢唱的歌，这个程度应该就是不错的。但我们是朋友哦，哦，没有这个让我讲好了啦。我是。既然这样，我就必须要回答为主任。我做工，声音真的不错，程度不错，是歌配不上他，歌配不上他，怎么说？啊，这歌配不上。你讲那么玄的话干什么？他就说他太好了，没有更那首歌不是没有那么好。我要听萧煌奇讲。没有路遥的声音，其实他在处理这个歌，其实他的情绪是不错，但是我觉得就是。 这个歌可能对他来讲是比较难了一点，就是他选歌的部分，可能这个歌比较对他来讲比较困难。但是其实他的声音本来就，如果说以我是路遥的制作人的话，我听着这个声音，我会去希望说啊，路遥，如果你每一个尾音就是不要让它一直掉下去，或者说处理一些情绪的时候，就是那个平均是要去你去控制你整个情绪。我想那个。 这个回家的歌你会唱得更好听，哇，这是真心话哦。你讲话很实在耶，是跟刚刚你讲的问题，他很紧张，对，他声音会掉，会抖，会拉不长，会穿不过去，穿透力都会受到那个封闭，都是因为太紧张。反正因为你要知道坐在后面的是什么人呐，不是，你要怎么唱啊？上次全可以讲华人最红的节目，谁不紧张？对啊，只有我不紧张而已。我也不紧张，我没有看到你们。 哎，你们火气小一点，不要这样。几个大人很紧张 ，OK。没关系，新人唱到这样很好啊，反正会越唱越好的，很厉害这个歌。那我们要听神木雨桐哦。哎，好，欢迎。黑夜来的无声，爱情散的无痕。 刻骨的风卷起心的情冷，吹去多年情分，只剩我一人。两朵孤单的魂，灰心的眼神，哦，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感情的泪永远消不在这伤感的。 沉默。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进退我无权选择。轻轻关上心门，留下片刻温存，只怕还有来生。我爱的依然最真，我最深爱的人，伤。 我却是最深，叫人无助的伤口。点亮一盏灯，温暖我无悔青春，燃尽我所有无缘的认真。 一定会有好评啦。那我们萧煌奇，我们就让包小柏老师讲一下好不好？小柏老师，小柏，我们是觉得很好听。那你要不要讲一点具体的细节部分？你有什么建议？就从挑剔的方式吗？没有，不用，客观你的感受。你有客观的吗？你都挑剔的。啊！我手一放下。当专业，如果不挑剔的话，你就不叫专业了。我们是没办法挑剔，因为我不是专业，对不对？用你这个年龄说话，你觉得好听吗？ 我平常讲，我跟你讲，因为每一个人观众都不是老师，都不是专业人，听歌就听得舒服，对不对？能够感情进入到我们内心世界，我觉得很棒啊，很棒哈，很棒啊！谢谢乃哥，谢谢。我说了啊，你说，对，这一组用的是比较技术类的，叫 talent 的东西哈，是加上男女对唱本来就不容易，能够唱到这么动容、这么好听的，实属难得，真的不错，是好听，真的。 这个就是从歌声技巧去战胜的，对，我没有料到。不过呢，不过了后面先请赵哥讲好了，好不好？不过，赵哥讲就毁了，也不会了，我们要公平嘛，对不对？对，我觉得赖明伟跟黄美珍本来歌声就是毋庸置疑，这不用再吹捧。是，我觉得他们这个造型部分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呢。造型部分还要再加强。造型，你要不要先做？你要不要先？拜托，我这一套全部都是厂商 sponsor 打书用的衣服，哎啊！我光是这个打书的衣服就有4套。可是你的年纪适合穿这种色系。OK 了，没什么不好啊。你们可不可以专心看人家的歌就好？不要再吵架了。这他的服装造型其实还有进步的空间。好了，我知道你对他服装有点意见。那小柏，你把那个不过讲完好了，短短的讲。美珍刚一进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是调调。 对不对？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紧张还是压力。哦，我后来找到原因。嗯，这边设备，你不要再怪我们的制作费了，好不好？人家唱歌最高级的那种，就是这配备要符合。对不起，对不起，刚地板不符合，对，不好意思，音响又，你知道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是最痛苦，太委屈他们了，真的不好意思。是我们节目的委屈。下次我们去电话亭里面录节目，小声一点。好，那接下来这位你其实颇有好感嘛。 因为我们上次有听过他唱歌，很棒。是，那周汤豪，你今天要表演的跟上次在康健表演有？因为上次来已经有唱过歌了，所以这一次就带来舞蹈。你要跳舞哦？哇！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一直以为说我会跳舞，可是其实我是去年才开始练，然后现在在准备我的演唱会。OK。所以说，我想说，那就带来一点不一样的。 演唱会会真的发生吗？不是说有一个考验要通过才能？就是先开演唱会，然后如果演唱会有3000人的话，再发片。 也许今天跳完之后会有更多人哦，好，加油！没有黑白配，如果是看 Love You and You。有增加你爱他的部分吗？我觉得他非常有才华又帅。 你有在看舞蹈吗？我有看啊，跳得很有魅力啊。是我跟你讲，舞蹈不用太大力，要跳出个人的。大力，真的，你要跳出个人的魅力。巨星没有在跳舞用力，所以你还是一样爱他就对了。我觉得他是前途无量。你这样讲了，那乃哥等下万一想要讲评一下，他好讲。因为已经快11点，我觉得他困了。因为这话不多了。对，你累了，我看得出来。我把结尾的评论交给乃哥吧。所以乃哥，你觉得他的表演怎么样？没有啊，我觉得不管任何表演都有喜欢。 各种不同的喜欢的人，你眼皮好重啊！你，我是真的累。我跟你讲，我不超过12点睡觉。好了，不要再聊你的作息了。对呀，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来讲，因为第一个，我们跟 Billy 的关系，对 ，Billy 一路来这么努力，然后呢，周汤豪呢，他自己本身的型很好，很好啊。然后有这么多的我们讲演艺圈的人来帮着他，是。那他如果能够更努力的话，我相信绝对会成功。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他都已经占到。 比其他人有很多的优势，对对对，对不对？嗯，对。今天康熙来很温暖哦，各位大哥有照顾演艺圈的新人哈，希望大家一起加油喽，谢谢。